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记得，才会当救咱。好，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我来完成这时段，咱即马倒转个第二段，甲苏兰姐，我讲免惊啦吼。啊，然后行到尾啊，会错错甲未错，嘿，免啊，即个讲话要惊死啊，其实。你即马在讲个迄个惊吓，叫做深度的恐惧，日夜的二十四小时啊、外在又怕忽然间发生什么重大的代志，生命财产内在呢财产惊顾未掉，啊个生命佫顾未掉安尼，所以讲哦，恁那个内外煎熬，然后你还佫爱顾着老岁仔人，卖去想袂开，足侪老岁仔人想袂开呢。我临讲我才甲你讲，有闲我才讲讲老岁仔想袂开的代志安尼。所以讲哦，这个拄跟这件代志哦，不能等闲视之啦。你袂当钦差迄落底下在胡白乱创作哦，这是足违反天理的代志啊。咱即马你即马小静坐了哈，深呼吸过了以后，你的迄落故事还袂讲煞呢吼。啊，你安尼迄阵你安尼规家口罩要安怎过日子？阮是爱讲着变来轮班啦。我暗时在睏的时阵吼，阮就厝内就变做讲，会惊唔敢睏的人啊。你厝内因为有拄到这个代志啊，啊，咱知影讲，迄就是不管你咱要哪讲，咱嘛知影讲，人要逼咱，啊，人要逼咱离开咱的厝的嘛。啊，但是咱袂使啊，因为这骨卡安怎，这是咱做工作嘛，老爸老母。阿公阿嬤等下，大家勤勤俭俭，哎呀，三四代人，三四代人在拍拼，唯一的根基安尼。对啊，这是阮家啊，这是阮家啊，咱家己住在厝内，想怎？我住到好势好势，我想怎就爱惊，所以咱嘛都要鼓起勇气啊，对不？啊，落尾啊，但是真恐怖，咱嘛是爱困啊。你是不？爱做事，啊，搁为着拄跟的代志，咱都要安尼。唔捌，啊，咱就爱四过去共请教，四过去嘛，总讲啊，到底是安怎？那无，伊听讲拄跟，拄讲后厝边讲，伊偌济人甲你同意，就要甲你拆厝，你无同意袂使。人要拆厝，就是要甲你拆厝，硬要甲你拆。那有这种代志？那有种这么无天理的代志？咱来四过去问。啊，但是暗时总是爱困，爱困的时候，啊，我就甲狗吼，甲狗甲牵咧厝内去。我想甲牵咧厝内，啊，但是咱安尼困困的着当遐，唔敢有哪有。因为变签名啦，啊，你有啥物声哦，咱就目都咱就爱听小听顺者，惊讲接二连三过来啊。哦，伊想讲，反正伊惊，你若是讲小可无提防，是毋是会阁出啥物代志？咱毋知。好，就只好甲狗啊，带在困在迄落住在眠床下个啊。啊，伫眠床下个时阵，只狗，我可怜嘞。我呢，刚刚甲狗带在厝内吼，困差不多正礼拜，他一个正礼拜的时间，迄狗本来在厝内是迄落庄稼，迄狗的庄狗啊了的庄稼搬来足长的啊，结果唔免带去有兽医加庄稼，咱暗时咧困的时阵，咱就听伊安尼涂骹在窸窣窸窣一直聊啊聊，伊就起来踅一阵了，搁屁的，因为咱的伊。狗吼，伊有跟咱心灵有相通，对，伊知影主人会不安啦。对，啊，咱请一个有一个同事，咱就先起来看一下吼，啊，起来看一下，啊，连狗嘛待边啊，狗甲伊就我甲狗带在放在伊就带踮在眠床边的时阵，差不多正十工，伊个狗个狗啊了吼，增加白了了，增加了甲拢吐去啊，拢无啊，规个。狗嘛散落来，是啊，莫讲人挡袂牢，含这个有灵性的动物就安尼。啊，你看，因最终的目的，伊把人害到这尼啊深，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钱。对，他为了钱，因为我们人拢把咱贴标签，说我们是钉子户，啊，伊就是要赶咱离开咱的厝内，咱也唔敢住，咱也唔敢住在厝内的时阵，伊就通好看是厝尾来。买来甲你放火烧，还是讲放火烧，还是讲无人伫的时阵，就来甲你拆掉。因为古早厝实在讲，不比今麦的迄个敢那看木头铁棍的汉尼啊用啦。啊，但是住起来是真舒适，真好住。对无？咱住惯是啊，咱家己的厝来嘛。嘿啊，啊，就是安尼。咱在咱要讲，咱想讲，咱你政府你应该是爱顾
爱国百姓的迄个身家财产，你都要维护百姓的权益啊，爱维护百姓的安全呐、啊。啊，结果阮迄个人家都来这件代志，偌趣味嘞！迄、那个都发局，你都发局，你是管迄个都市更新的，结果才头一礼拜，伊就发布新闻，伊就发新闻稿讲啥物好做破案。嗯，都发局，你又不是警察局，你发什么新闻？对他发新闻说啊，已经破案的，然后人已经抓到了，迫不及待，一头跟赶快发新闻稿说已经破案了，是不是很奇怪？啊，唔免奇怪，他伊就是讲唔爱让这件代志吼继续控大、嗯，其实迄人就是因家己，因迄落，咱我拄只头一段我讲合理怀疑，因做手的嘛吼，啊伊讲啊人抓到伊，炸人炸到坐伫边啊嘞，对不？啊伊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讲公都发局公布讲啊，伊人抓到，啊你无去较紧去报纸摕咧，较紧去家请教说，恁都发局当时变刑事变警察，吼、哦，因为这段时间吼，迄警察局伊就会来甲你问啊。问、嗯、来，甲你关心啦。问讲，啊，恁即卖又阁有啥物代志？我想啊，恁都家己拢宣布破案啦。啊，你阁一直来关心，到底是关心这個？我感觉就莫名其妙。伊无莫名其妙啦，伊来甲你谈者，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后续啦，伊会当提早准备啦。我较早。你若较早甲讲，我迄阵啊可能就知啊，不是有可能啦。对啦，这毋是有可能，这事实伊都爱安尼啊。哦，因扮演的今仔日因扮演的角色讲，讲这个警察吼，肃静的这个警察，伊是算治安人员嘛，吼，治安伫个野手的，伊所领的薪水是伊是公仆。伊所领的薪水公务员所领的薪水，伊每一角银拢伫咱的这个日常。嗯、你已经厝敢有纳房屋税？有啊。地价税？有啊。啊，你敢有迄、那、落、個、当年都拢爱纳所得税？有啊。啊，你有去甲店的高官拢有摕发票的迄个税金，拢互伊摕台升去，敢毋是？所以讲，咱所有叮叮塔塔所有的迄落税金。嗯啊，甲咱物资波动起来，因所赚到遐钱，拢落去对，落去饲遐公务人员嘛，啊，饲遐警察嘛，警察正讲是咱饲的迄啰保全人员呢，啊，总统是咱饲的迄啰当岗的当岗头呢，吼，啊，都较早李登辉总统一个上台就讲，人民是我的头家，是，吼，咱是因的头家呢，啊，结果伊安尼来，伊。扮演的角色是啥物？对啊，比如讲，咱拢伊讲啥？比如讲，我请保全哦，咱开钱请一个保全好啊。啊，你保全还无保护立钱啊？叫头家的迄落业主的安全啦、啊。结果即马保全是家己歹势动手落去处置你，伊去联络外口的迄落阿萨布鲁来对对对，来甲你糟蹋嘛。系啊，来甲咱压平啦。对啊。伊底下的人，啊，搁这拄发起这件代志，尾仔你怎会点伊哦？迄阵因为落尾来吼，就变作你都爱行法院啊。嗯。因为咱迄个报，我头先唔知影，我想啊，咱来安全无代志就好。但唔知影讲，安尼咱煞都爱行法院嘞。哈哈哈。咱煞变顽固呢。变有代志呢。煞变煞刑事，咱都爱告啊，都要出庭啊，啊，都要请律师啊。嘿，哦，请律师啊，都要开律师费啊，啊，开律师费，咱都要出庭啊，石头房的吼，啊，都要去出庭，啊，出庭，啊，一庭拢拍个三五年拢未煞呢，啊，就安尼，伊甲你拖愈久愈好，拖到你受不了时阵，好啦，我签乎你啦，安尼，迄官司讲好无啊，不起诉处分，我来讲，后尾，迄个不起诉处分书，我拢甲你想好滴。啊，但是阮即件吼，阮即件因为有人，嗯，来讲警察有抓到，有找到一个人讲是伊做的啦，嘿，有一个人讲是伊做的，啊，这个啊，就去行法院行的，啊，迄落一审，吼，啊，就判外久，啊，我就想讲啊，人平安，啊，伊有影判外久吗？头先敢若判五年半，哦，啊，他上诉了以后变三年，然后又再上诉的时候变一年，啊，再来呢就是这个什么六个月以内啦，然后罚款了事啊，安尼啦，
我来讲啊，这拢，这我拢迄落，我跟你，哎、欸，我拢甲你想好好伫遐啦，嘿啦，啊，若无的时阵，这个罪若脱袂过，伊就搁凊彩去找一个不相干的案件，然后说他是那个公安，就是出来承认，他去当余文啦。哦，当疑问就是讲啊，这我做的啦，安怎啦？哦，他因为饭后态度良好、嗯、啊，然后就去那边啊，伊就底下关咧，底下关咧，逐个月吼，迄、叫伊去关大罪人吼，伊就给伊安家费，一个月看几万块安尼。啊，有的吼、哦、关了，讲要叫伊出来，讲我不爱出去啊，我要搁继续，我要搁继续，要搁关啦。啊，阮兜的人都过到死死。为着这个杜根案，我上无用的时阵，我一个。一礼拜要走三转换，啊头路拢免做，拢我膝头拢爱绑，无多，我变做讲，我得开玩笑讲、我为着杜根被迫转行，啊起码是变迄个法院达人了。我讲人哋，我讲他人唔敢讲，但是讲、人迄个热天吼，人诶、人诶，迄个七七八八招招诶，是去逛百货公司，找恁去看时尚，嘿，我讲吼，咱大家住吼，较辛苦的吼、较坚持的，较严的啦。咱少少咱来逛法院，咱来逛法院，来听来看嘛，讲哦，这个为着这个杜根、啊是安怎，大家拢吼啊逼到着爱到法院来，安尼无代无志都爱去互人告。为着杜根，为着杜根哦，我上楼的时阵，我有五个案同时进行，五个诉讼同时进行，我拢互告啊，拢是互对方告。嘿，人会想讲奇怪，伊即马吼，这无这你嘛唔免奇怪啦吼。后来讲啦，伊就知影讲咱台湾人吼，因为经过这七十几年来迄个落外教育，那讲到讲要上法院吼，就头一个就心就先惊嘛。那去上法院了，当然无代志啊，又家在无代志吼，我就爱当然爱食。低卡面线，气水歹，气水温较紧起起来安尼，所以讲哦，人哦，台湾人上惊就是讲去法院的安尼啦。啊，伊即卖就讲哦，你若唔合作的时阵哦，五十个官司嘛敢甲你缠落去啊？吼，有代志无代志啊？伊去后方啊，卡踢掉伊嘛甲你行落去安尼就对啦。啊，即卖你就官司哦，烦不胜烦安尼。哦，你若搁伫台北市内，搁还好近近啊。你若参与讲，我较早拄着一个官司伫台中，小看我官司哦，讲我参加街头运动，我就切记国土，我来行三档。哦，今仔日出这个庭，明仔再出这个庭，啊，出到三档了后呢，我头路做几下项未做尽，啊，搁来回迄个收费等的安尼哦，我搁单亲家庭的哦，尾后不干吼，硬要咁要死乎伊。了呢，来一个不起诉处分，讲你无影，你霸占这个窃据国土吼、来一个不起诉处分安尼啦。玩不死，然后就算放你了。对，就是安尼啊。啊，你若半途受不了那个压迫，你就上吊自杀还是什么这样子安尼。然后那开玩笑讲死一个少一个啦。对啊。但是伊看我讲哦，愈整愈用，然后行街头运动是客串的，变成专业的。啊！一下你无法的咧，啊！本来吼、咱是干呐，有影纯街头运动，尾仔我们又在进升版2.0，啊，个个愈大条，啊好好，尾仔干脆就给你不起诉处分，啊！伊嘛不是寄予我呢，伊凊彩搭迄个台中的迄个高等法院搭遐公布栏内底，讲叫我去领，啊，上哪会知？对啊，同款，拄跟毛拄到这种款，伊刚拄嘿，拄跟伊也讲咧，拄到什么开会创啥，伊去甲你搭什么里面布告来，系啊，一般里面咱哪会去看布告？什么人食饱遐？对啊，嘿，拢免做事，咱来匆匆去匆匆，什么人去遐看？对啊，你啊上班吃头路，要趁一下吃饭嘞，都日子都足无用的啊，哪有通务这挂代志？啊，即嘛我搁甲你请教。这个你这个官司啊，呢，这个安尼哦，恁安尼惊吓受累啊，无法度太安怎？啊，爸爸妈妈会感受安怎？他的反应，老人家的反应。老人家吼，因为我主要因为是大人，绝对会烦恼嘛，咱知影，一定知啦。但伊就讲啊，伊咱要咱吼出入入袂，拢会甲你讲，拢会甲你讲，讲妈，我今出庭。哦，安怎？伊就讲啊，咱即摆出去吼，
迄个忙代志吼，车啦吼，小注意一下，较安全的小顾，小注意一下，咱知影。哎，要惊弓之鸟。对对，我讲知啊，但是但不管哪，心内咧带，我嘛是爱坚持啊，咱都爱顾咱的厝啊，对无？爱顾厝内是大，爱顾厝内后壁是小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老人家在这一种折磨之下，安尼。安尼，较近你阁坚持较近，无签合约就对啦。无，安尼，我来讲，你还有不是最后一里路，你还有很长一段路。因为吼，愈听啊，你了解，愈了解，你就知影讲杜根根本就是个诈骗。嘿，他杜根根本就是个诈骗。嗯，所以你知道巧叫做巧取豪夺啦。对，嘿，根本讲较近，那根本就是掠夺百姓的那个财产。嗯，根本把你当作提款机啦。嗯，啊，你即马吼，你敢有要改写一篇这个讲，我家遭受那个强盗拿刀子半夜凌晨啊到我家里去蚊帐里面要恐吓杀人啊呢，结果呢，很谢谢都更吉太伟大了，他帮我破案，他帮我抓到那个强盗。对，没错。你有感觉你有需要写这吗？我感觉有需要。有需要哦。爱国向全世界和国际人士看，讲台湾的政府的效率吼，这个掠强盗哈，含都更吉都有法度。干这一种事啦，对，我都一头发都走啊！我都借这个平台哦，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样子恐怖的经验，让大家知道。啊，要警察有什么用呢？那就不必警察，都更局可以干的事，就由都更局承包下来嘛。没有，因为今嘛不是都在讲吗？自己的家要自己救吗？要坚强，然后自己坚持下去，然后。因为自己家里的故事自己最清楚，然后自己要挺身而出。我希望说，那杜九就关刚刚杜九都跟吼相关类似的问题，大家挺身而出，大家集合大家的力量。对，嘿，爱好一寡恶劣的那个恶劣的奸商，对，还有那个态度爱买的进步，对，一态度就爱买啊，就爱买的呢，对，没错，其实吼，过程啊，咱所有的咱的这个海内外乡亲时代，你若拄到这个拄光的问题的时候，你知影讲，每一个人拢会惊吓，每一个人遭受到压力拢无同款。啊，但是咱这个小小的一个熟人姐吼，伊有影顾伊的家庭，你头下嘛家庭主妇嘛，顾伊的这个家庭主妇。啊，你会原罪讲，你因为你有一间老租厝，啊，无愿意拆，你就爱遭受到这种种安尼，哦，啊，讲上济时阵五行的官司，吼，啊，即下嘛还未透，还未煞着对。你还正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哎、啊，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个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地主，就那个建商要去帮人家违礼啦，啊，结果人家地主他说，哎、欸，这是我家的土地，你怎么违进来？你怎么可以来？他、啊、怎么可以违来？结果在那个就是在那个现场哦，打电话打给119，然后不是119，打给110，然后打给1999，然后打给派出所，然后请他们来看。请他们来看没有用，啊，后来那个分局的那个不应该派出所也有巡逻有来看啊，看了又跟他讲没有用啊，他竟然说要地主说你拿证明啊，证明那块地是你的啊，那地主那平常怎么可能会把那个所有权状带在身上？他但是一直挡，然后就挡不下来啊，人家的那个铁篱笆就一直围，然后那个太太越围越大，越围越大，对。后来那个地主哦，一事情就为他们赢了，他躲被他到就受不了，说这个是我家呢，啊，我的家，我的身家、生命安全，你警察你不是来帮我，怎么你是在帮那个奸商？对，而且那个好像隐隐约约有，好像有那种那种比较特殊的那个社会身份。那你怎么是帮助那些特殊身份的人来围我家？伊都袂堪要提就硬诶，阿姨都讲，你讲好，那既然这个样子，因为他继续跟那个1999
一跟1999反映说，一直跟他 argue 就对了。對他说我受不了这样子，我受不了。说你民我们民主，尤其是在台北首善之区，我的家我顾不了，我有家我回不去。然后到了那个坐捷运了、喔，因为他那个电话在，因为他善心嘛，好，他要善心到坐捷运了。然后在1999在讲的过程当中，伊就气的，伊讲，伊讲哪些呢？我归去吼，我牺牲我牺牲我自己啊吼，然后我归去来跳轨。来跳轨道好了啦，伊是安尼咧讲哦，讲了后，伊讲伊到站的时，到一个站的时候，讲要出去，结果讲安尼，互迄个警察来无法驾放，爱甲绑去小平。伊那会知影，就是1999已经报啊，讲你第几列车，伊就伫遐等你啊。哎呀，我唔知影，啊伊，我知影，伊讲安尼，甲伊安尼无法驾放，爱脚手甲绑的，啊甲绑去小平，啊绑到小平的时候，脚手嘛甲绑在遐面层顶的。啊！伊讲来，愈挣扎伊愈笑安尼对不对？啊！伊讲你嘛好，伊规暗嘛，伊讲你嘛无互我放一下尿嘞，嘿，互我放一下尿嘞，讲安尼就放一个尿桶互伊。伊讲你甲我绑个，我要安怎？你甲我绑个，我要安怎放尿？嗯，哎，就起了，然后有碰到，有确确实实有碰到这样子的事。然后我讲，我这么泯灭人权的事情，我讲你爱讲啊，啊，但是人吼过着厝来洗漱，伊唔敢讲啦。对啊，伊边哪会敢讲？去家无代无志家。该伊扛不忍一下，伊都该用该讲伊，伊是迄落笑的，啊，去该伊无笑，就是要不互伊笑安尼啊。啊，你无互你笑了，你只有该签字啊，安尼啊。对啊。哇。啊，这个就是所称的讲中华民国的政府啦，爱民主子的政府安尼吼。嘿啦，无想袂到，七十几当来就是安尼。啊，咱比二二八迄阵啊，迄阵啊安尼，啊，唔免技术经过迄落请客来压来扫射安尼，安比啊，我有时想讲，那安尼，佫一下了结了还好。哦。有时候真的是你正在受苦的时候，一想到一下了结的，还想要拖到当时吼，再出头天，对啊，对啊，这个噩梦什么时候会醒？对对对，嘿，够安尼，咱即马苏兰姐吼，惊是，对，惊是有影会惊，啊，你讲袂惊，迄骗人的，骗人的啦，但是爱坚强啦，嘿啦，啊有诶吼，唔通讲诶咯，我惊事实，我就是惊，唔通搁去。电好喊讲我袂惊伊，嘿，有一天吼，你比人大声签，你坚持袂，你比人大声签，啊怎呢？啊，你着惊到冻袂着，签好啦。啊，讲你欢喜要签的，好啦吼，啊咱苦中作乐一下啦吼，啊咱苏兰姐休困一下吼，来。